拳头账号快速注册，游玩拳头旗下所有游戏，一键下载撸啊撸全球服通用客户端，游戏汉化、聊天翻译、外服账号购买，一站式搞定，打野计时、一键配图文，超级游戏助手，自带加速器，畅玩外服无压力。百度搜索游戏魔方即可下载。没事，我来，我在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在的。哦吼，来打他！对，别怕，你有征服者，你怕什么？你往哪跑呢，小兔崽子 ？A， 没闪 ，A 双杀了 ，A， 对吧？中野连动，人马喊痛，漂亮。你带个节奏，你跟我说，我这波先把线推了，兄弟。来，你放马过来干啥呢？你跟个鬼一样放马过来，我打爆你的头，你放马过来，漂亮，又是一波中野联动。人马喊痛，没打，上路不太好抓，看一下人马在不在打石头人，没有打，好，机会来了 ，W Q R A， 再 A， 漂亮，完美游走，完美拿蓝，算了，蓝不给算了，走。下路打架了，支援一下。来，有大，有闪现，翻墙。人马，不杀人马，杀下路。Q A， 不要放大招，放了个点蓝有点浪费了这一波。但是我怕这个日女，等下过来控我。这奶妈不知道有没有大招，偷个鸡吧。黑虎在下路，能帮一下吗？哎，拉了，别怕，没有乌鸦坐飞机吧？哎，这一波还可以啊，算了，来，熊的爱爆翻墙 ，A 一下，开大了，来，熊你先扛，好，来了，他死了 ，WQLA， 漂亮。思路很清晰啊，现在我们再去把这个中塔推了，你不要以为这一波是赚的，他们其实是不赚的，因为这么说吧，我这波不仅把他中塔推了，而且呢对面是三四个人吃一波线的，帮一波下路，我这一波如果在下路还抓了个人，那对面就血亏了，机会来了，这个墙翻不了是个难题，翻个墙 ，WQRA， 再 A， 再点蓝，没勾到人，可惜了，差一点，这个人奶的有点多，这个人，算了，这奶妈的奶量好像有点足，需要稍微注意一点，走 ，AJ 提亚马特，交闪。接翻墙，肥皂晚了一点，来勾到了，再翻墙 ，A Q， 再翻墙，这人马来了，吓人啊！能跑不？他好像还想上，勾到了，狗熊还想爆，小心一点，大招了，漂亮。能上吗？漂亮，可以。回家买个什么？回家买个小幽默，再来个小扫描。人马的话，这一波想过来刷野的，我们直接去杀他就行，好吧？他这波肯定会看他的石头人，然后呢，然后就上当了。
然后你要过来送是吧？好。他没闪吗？算了，先饶他一命，不急，等一下再干他。现在没有什么想法，回家一下，2000块钱。日女已经走了，这个奶妈就是一个人在中路玩是吧？你要玩我就给你来。来快活，要操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野区碰到了一个什么呢？碰到了个小马，直接给他拿下，现推了，走，走，推了，日女来了，这日女辅助想搞我，我们干嘛呢？往这波。来个 W 闪 QA 他不香吗？是不是？再 W 一下，挂他一下，交给队友。然后呢？别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W 好，上当了，点蓝一下，溜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们想杀我，先偷个鸡吧。没有蓝了。那个男放不了技能，我这一波想救我们家锤石也没有什么办法。操了 ，fuck you！ 当场去世了。谢谢愿到最后满眼送的一个飞机，伤害太高了。这个上路作用倒挺大的。那这一波有办法吗，兄弟们？这一波就没办法吧？这一波没有浪吧？这一波我们不仅拿了小龙，而且还把人马杀了，然后没办法。接下来这一波呢，人马死了之后呢，队友4打4没有打过。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主播浪吧，对吧？我在找机会，讲道理。这个打野后面几波死他就不应该了，这么好的装备有这么容易就死吗？不应该吧，对吧？我这一波是什么？我这一波是为了杀人马而死，正好被这个艾克过来了，走，绕一下视野。让对面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来想这一波团怎么打啊？这波团我们先吃个石头人。这艾克怎么什么时候变这么肥了？我靠，他怎么一套把我秒了呀？我他妈也是神装呀，他也神装，怎么一套就秒了？哪来输出啊？怎么输出有这么高啊？就一个 EQ 就没了，被秒了。我他妈偷个石头人给自己偷死了。他十六，这个人也才16级，我都17级了，怎么？你看到没有，肥的一比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人感觉伤害比怎么这么高呢？奇了怪了。
啥玩意儿？这个奶妈，你咋这么多奶呢？我靠，这奶妈好他妈恶心啊！这奶妈，要杀这奶妈的！起飞了！哎呀，他妈打的瞬间没有什么想，瞬间就不想玩了这个游戏，打的有点恶心。如果想要学技术，想要学泰隆的朋友呢，记住一定要点关注了，因为点了关注是包上分的。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，拜拜。